学校今天中午有放新闻，然后放学的时候看手机才知道的，就是跟我们讲今天捷运不能搭。那你们自己会很担心吗？就是因为平常上学的话，其实会啊，一定会啊。这么突然的事情，毕竟还是一定会担心吧。好，主播以及各位观众，没有错，我们持续为您守候在台中林兴医院这边。那目前呢，这个两名的伤者仍然在医院里头的观察治疗。那其中呢，另外一名嫌犯则是在这个5:30左右的时候，经由这个警方的介护被送往警分局了。不过根据我们稍早呢，他要被送往介护的过程中，他坐在轮椅上，手是被上铐的。那么当时询问他说，为什么要来随机犯案？是不是有这个随机的意图？还是呢是有预谋的？他都是一概的不予来回应，但他呢其实是意识目前是已经清楚了。那么根据稍早了解到的状况是说，他疑似晚间是不会来进行后续的笔录讯问，会等到清晨之后才会来做的。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访到了这个其中一名17岁高中生伤者的同学，他们前来探病。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怎么说。学校今天中午有放新闻，然后放学的时候看手机才知道的，就是跟我们讲今天捷运不能搭还是什么的吧。那你们自己会很担心吗？就是因为平常上学的话，其实大部分搭乘会啊，一定会啊。这么说，就是这么突然的事情，毕竟还是一定会担心吧。好，可以听到其实同学啊，他们其实虽然不同班，但是感情相当不错。那他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说这个高中生他今天没有到学校来上课，是一直到中午的时候校方有来在这个学校内播放新闻。那当时播放新闻之后才发现说，同学没有到学校上课，甚至还遭人砍伤了。那么当时大家也相当震惊，不过呢这个一下课之后马上赶到这个医院来探视。那同时有讲到说学校也有提醒他们说，这个最近在捷运搭乘要多多小心。那学生也透露说，其实上下课时间都是会搭乘这个大众交通运输的，因此说目前中捷发生这样的随机砍人事件之后，他们也会怕怕的。那么呢，其实这两名的伤者他们目前还会持续在医院救治当中，那么观察呢可能今天都还是不会出院的，一到明天看状况如何才会知道。那么以上是现场最新，交还给彭磊主播。没事的。上来以后，我们那个车好像就在他旁边的，就有看到说他拿着一把那个菜刀大把的，另外说还有两把小刀。没事的。好，没事的。红旗嫌犯被管束后，情绪仍然相当激动，不断哭喊着道歉。他自己也因为攻击过程伤到了右手，先被送往医院治疗。他死员工，他就是行李就放在那个驾驶台上。就掏出刀来了。这名红旗嫌犯20号独自一个人从高雄来到台中，入住7期一家汽车旅馆内，然后在21号退房后跑去捷运水岸公站，还先寄放行李。接着在11:13上车，过一分钟后就亮刀开始攻击，直到11:16，捷运车厢抵达市政府站，短2分钟内攻击行凶。你们有遇到什么怪怪客人？我们都有交接本，我说就是一个女生单身入住，但是她打桶边出来出差啊，其他都是一对情侣，很正常啊。上来以后，我们那车好像就在他旁边的，就有看到说他拿着一把那个菜刀大把的，另外说还有一把小刀。红旗嫌犯经过治疗，人仍然意识不清，无法制作笔录，有两名刑警介护在医院观察，而他的爸爸跟姐姐也来到医院等待。据了解，这名20岁的红旗嫌犯户籍是在屏东，平常住在高雄，就读高雄某医专护理科，但最近不明原因暂停实习。初步调查，他没有刑案的前科，但有精神病史记录，属于高雄局列管个案。不过为何预藏3把刀，还到台中犯案，动机仍然不明。现在警方还在厘清他与台中的地缘关系，为何会选择台中捷运，身上的刀又是什么时候买的？为何要带3把刀？详细案情得等到笔录问讯后才能够进一步理清。多讯吴俊祥、陈台佑在台中采访报道。为什么要砍人啊？对台总统不满吗？你现在会后悔吗？好，快点来。
不好意思啊，小心哦，小心后面，小心后面，特别从南部。你有智商杀人之余，我先做管束来。你当口在哪边？走啊！是不是？来收起来。你不知道。收起来。11:17许，台中捷运四五捷运站内发生男子持刀伤人事件，现场共有两名被害人遭刀刺伤，目前已送医治疗中。警方到场时，犯罪嫌疑人洪男已遭站务人员及热心民众压制，因洪男身上有多处受伤，目前已由警方介护送医治疗中。